四年前的 Change 奠定性感小野马的地位，也真的改变泫雅的身份。MV 中，泫雅和龙俊亨各自展现超强魅力，现实生活打得更加火热。八号还没报道，交往半年的小两口即将在10月11号互顶终身，传出预计在首尔的三清阁举办户外婚礼。泫雅向韩媒表示，每当遇到困难时，互相给予很大的安慰，因此决定要跟龙俊亨结婚。男方则回应，即将成为人夫，开始人生新业，期望大家给予关心和祝福。可惜粉丝的反应十分两极。과거용준영씨의행적으로인해연애를부정적으로바라보는시선도많은데요지난2019년용준영씨는정준영씨로부터불법촬영영상을받아본사실이드러나대중의비난을받은적이있습니다당시龙俊亨承认曾看过偷拍影片，因而退出团体 Highlight， 沉寂多年后单飞，名声却难以挽回。而泫雅在结束六年的恋爱长跑后，跟龙俊亨坠入爱河，连带受到不少批评。如今这对韩流情侣将晋升韩流夫妻，为南韩娱乐圈投下震撼弹，也引发全球粉丝热烈讨论。三立新闻，张博导。